剪辑还在烦恼如何导入背景音乐吗？一分钟快速学会将喜欢的音乐导入影片，打开抖音，搜寻歌曲名称，选择音乐，点击歌曲，下滑打开荧幕录影，播放音乐。下滑关闭录影，打开剪辑软体，开始创作，选择素材，点击音乐，选择已截取，点选刚录制的影片，汇入声音，消除前面空白音讯，音讯拖到片头，播放看效果。依照荧幕录影，任何一个能打开音乐的软件，都能将喜欢的音乐导入自己的视频里哟。学会了吗？快试试吧！